你好，主耶稣祝福你，我是叶牧师。你想不想耶稣回来的时候跟你讲话，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你又想不想耶稣跟你讲，这一班人就是你带到天堂那里的了，这一班人就是你兴起他的灵命的了。但有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很多年，他们觉得很难有效地传福音，很难兴起人的灵命，并且很难侍奉神。神托付我是训练人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首先我是帮人同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随时可以经历神的平安、轻省、重担释放，经历神的爱、神的能力，以及心里被主的爱激励，然后处理生命中各样的问题，然后就训练人带着圣灵的能力去传福音，更新人的灵命，辅导人，帮助人经历圣灵充满，为人祷告带来医治、释放和赶逐邪灵，同埋我训练人咧，藉着敬拜进入神强烈嘅同在。我又会带领人去不同嘅国家去宣教，训练佢能够辅导人为人祷告、宣讲信息，同埋训练人侍奉神。我嘅目标系将来有啲人能够被训练啦，能够独当一面去到不同嘅地方宣教，更新当地嘅灵命，并且训练人侍奉神。欢迎你嚟到我哋星期日下昼同埋星期一下昼同埋晚上嘅聚会同埋侍奉训练课程。如果你或者你所认识的人很想被圣灵充满，或者需要圣灵的安慰、医治、释放，或者赶出邪灵，我和我的团队是很乐意为你服侍祷告的。你在 YouTube 可以见到我很多的影片，你在 YouTube 搜寻叶牧师，你会见到我很多的教导，还有很多人经历医治、安慰、释放、灵命更新之后他们的分享的。我们很乐意祝福你，主耶稣祝福你。